张信和金世正主演的甜蜜爱情剧《室内相亲》日前正式开播，虽然没有大咖演员加持，仍获得了不俗收视率。女团出身的金世正这次挥别以往清新脱俗形象，呈现了华丽的富家千金造型，吸引了众多粉丝的目光。安孝燮在受访时也表示，自己为了呈现霸道总裁的形象，特意定做了西装以及调整说话方式，可说是下足了功夫。剧集播出后收获大部分观众的好评，纷纷表示剧情轻松值得一看，不料却遭到韩媒打枪，直言首次挑战浪漫喜剧的两人演技未能大放异彩，更批评剧情幼稚，角色设定很夸张，容易让观众感到疲惫，逆风评论引发热议。